看您心情。那来吧，来吧，我们系鞋带吧，我帮你梳一下这个扇子。也可以。对，你们把鞋带全都抽开，让他慢慢穿。有点尴尬。熊老师，我看这一派能玩出什么火花来？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让我给你系鞋带吗？因为他们说这样就能牢牢记住。